家好，我是刘亦菲。那今天就要给大家看看这个今天带的包包里面都装了什么。看这个尺寸其实还挺方便的。首先呢，这是一个小首饰包，就是可以装一些平时随身的首饰。然后这个有消毒纸巾，是可以消毒这个耳针的。这个是可以放项链的、耳环呢。然后你系上之后，其实在中间还可以放一点，就不会乱。然后它也很软，放到包里面就可以，不是硬的那种，会占很多地方。然后这个手机有点浮夸啊，这因为我经常找不到手机，就是要它可以一下能看到它。然后这个钱包，然后这个资生堂的这个小样儿，这个挺方便的。那这个其实是平时因为坐飞机什么的，有时候十几个小时可能会带一个这个能带上飞机的精华液，就是可能敷一张面膜，然后洗个脸把这个擦上，然后再擦面霜，听起来好像很专业的样子，然后就会非常非常的方便。平时化妆的时候也是，上妆之前如果干的话也是随时可以拿出来这个擦一下在脸上。挺不少东西的。然后这个是一个那个高光粉，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啊或者是哪个地方油，就可以让它哑光一点。好了好了，那我今天的这个给大家观赏这个包包的内部装了什么东西的这个环节呢就结束了。谢谢大家。